好的，不是，可以可以，零 OK 了 ，OK 了。生日，哎，你生日是不是？一起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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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觉得这是好的，那我们就一起来啊，要什么？不是，你要放音乐，对不对？哦，对。可是音乐呢，还在准备中，哦、所以我们就来。我想请黄牛一起下来，因为我自从认识强烈乐团之后，我非常喜欢他们的歌，然后我想要请他先也唱一首，唱一首给我听。把你好不好？你可以唱这个歌吗？我很喜欢你的那一首叫做《昨天、今天、明天》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这我没听你说过。可是在这边先跟大家讲一下，因为这个。最近卡其实真的非常够兄弟哦，因为我们这个前两次的这个大型演唱会，他都有到场为我们加油，对，然后我真的非常感动。那今天他生日，他要我做什么我都做什么，真的。你要唱吗？那我可以请我们的贝手跟我一起吗？因为一个人唱，小慧一起来唱回应啊，小慧不用了，他唱的不用我听。所以他才当鼓手。我们要唱什么歌？他想要听昨天、今天、明天。真的、哦，这首那么难听，你喜欢吗？你那心情是我写的，所以我可以这样讲。唱副歌就好。好。昨天、今天、明天，一直到了永远，时时刻刻、日日夜夜都有你陪，字字句句没有欺骗。昨天、今天、明天，一直到了永远，生生世世、月月年年不会改变，你就是许纯美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因为我听到这首歌，我非常感觉，就是很多就是会讲，就是有一种突然回想自己这些年，因为常常会工作久了，真的会迷失。然后听到这首歌，又想到最初的自己，所以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非常感动，也谢谢你愿意为我献唱，谢谢，谢谢各位，好不好听？好，要不要去买强烈的新专辑？要，是不是？